干全部。不对呀，咱昨天不刚来的小区贴完小广告吗？这咋一张都没有呢？哎呀妈呀，肯定让物业给咔嚓了。我的妈呀，不是，他咔嚓的比咱贴的都快呀。这太影响我们的业绩了。不是哥呀，我想跟你说啥呢，你这扮相。不是你叫谁哥呢？啊，你也不怕喊穿帮了？我都装成这样了你还叫哥？叫大姐啥呀你呢？还叫大姐？你说咱俩就是贴小广告的，你说你至于装成这样吗？哎呀妈，我是兄弟啊。啊，那你可不知道啊，你知道有很多我们的同行都壮烈了，就咱俩没牺牲了。为啥没牺牲？为啥呀？就因为俺俩会装嘛。啊，你说你要把事业做大做强，你不得装啊？我是有目标的，我今年要完成1亿。哥，挣1亿呀、啊？贴1亿小广告。你那啥呀？这也算目标啊？实现不了。咋实现不了？胶不行，你看人家胶啊，往上一贴，啪，一年都不带下来的。你看咱们的胶往上一贴，啪，哒哒哒哒哒，不到20秒就下来了，比那面膜子都快。再一个，他这小区物业太厉害了，哥，咱别贴了，换个地方。这，兄弟啊，啊，你说就你这智商，你能想到的事儿，大哥能想不到吗？啊，他物业不喜欢咔嚓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却让他咔嚓不下来。怎么咔嚓？你以为大哥真是肚子大了？那是啥呀？全是胶啊！妈呀！哎呦天啊，硅胶啊！你骂谁硅呢？那你不硅是啥？是胶。你看，胶啊！我还以为你是硅呢。有啥硅硅硅的？就大力胶，大力大力大力出奇迹，天漏补天，地漏补地，谁要能咔嚓掉，那纯属奇迹。那我这是上。我给你打分，哎，给我看着点啊！哎妈呀！哎呀，哥，咋的了？这手感太好了！哎，太粘了，这也。你小心点啊！你别把那个手给粘上了。说啥呢？我傻呀，能把手粘上啊？有病啊！哎，哥，咋的？刷子粘上了。我说你是不是傻呀？咋的了？啊？你咋把刷子给粘上了呢？我不想试你那胶粘不粘吗？你麻利的，你把那刷子给我薅下来。你玩呢？啊？你使劲儿啊！我薅不下来，你搭把手。看去嘛，说你那干啥事儿？快点，来，哎，一。大力出奇招！哎呀妈！哥，刷子下来了，胶没了。妈呀！你说你能弄哪都是啊？你看你这胶弄哪哪都是。不是哥，咱走吧。我这怎么够这桶啊？我这，你看瞎话呢还咋的？哎，不是哎。不行，咱走吧，正好是没人呢。哎呦，干啥呢？去！那你干啥呢？这还有点胶，你去贴上吧。行。你撒手啊？你不撒手我咋拿走啊？你不拿走我咋撒手？行，我拿走。哎呀，粘上了。那咋整？咋整？哎，这样哥，咱把桶放地上，脚踩桶上往上薅怎么样？好主意呀，兄弟。哎，大力出奇剑。哎哎哎啊！
唱功，走。哥，问题升级了，桶粘地上了，脚粘桶上了，手粘把上了。你说你出了啥主意呀？你非要我把脚踩桶上，你看粘上了吧？要不把脚踩桶上，我现在脚还能动。赖我呢？不赖你，赖是你买的胶不？你赖我干啥呀？那我也没让你踩上了呀，哥。我有点害怕呀。你怕啥？太黑了，你说咱俩能困死在这儿吗？困死是不会的，饿死是一定的。我老怕饿了，哥，你撒手。哎呦我天哪！说盯你俩好几天了啊，总算被我抓着了。你俩这是啥造型啊？夫妻双双把家还呐。树上的鸟儿啊，双双对。你傻呀，你唱啥？你心真大呀！关键这歌我会呀、啊。你咋不会闭嘴呢？你给我闭嘴吧！今天你俩挺厉害呀、啊，见着我都不跑了。我俩又没干坏事，跑啥呀？对呀、啊，我想跑就跑，我不想跑就不跑。说啥？我累，我俩跑不了了。嗯，那个有我在，你还能跑得了了吗？怎么的？今天又来贴小广告来了？没有贴小广告，你看哪有小广告？哎，哪贴了小广告了？没有吧？没有小广告。这儿呢。我没真问你哪有小广告、啊。那你也没说呀？你咋不把嘴粘上呢？好悬呐，差一点，我刚才甩胶的时候就差那么一点。我拉倒吧你。那个物业大哥、嗯、是这样的情况啊、哦、那个小广告呢我们是带身上了，嗯，但我俩不是没贴吗？是今天还没贴呢，以前那些不是你俩贴的呀？不是。是不是？默契、啊、那是不是你挤咕一下，你这样一下也行啊？拉倒，你爱咋地咋地。大哥呀，嗯，我说实话，我俩真是贴小广告了，但是还没来得及贴呢。你看你罚俩钱得了，钱都可以不罚你们俩。妈呀，但今天必须得把所有小区的小广告给我弄掉啊。我闭嘴、哎、你看你就不懂我们，这玩意儿贴好贴，咔嚓老费劲了。你还知道费劲呢？啊，你说你呢？不是，贴用一秒钟，我抢得抢一小时，知不知道？我告诉你们俩，整一地什么玩意儿？胶，大力胶，大力大力大力出奇迹。兄弟啊，他是不是粘上了？是啊。你不是要逮我们俩吗？对呀、啊。来呀、啊。来吧。来呀、啊。来呀、啊。来呀、啊，快活呀，反正有大把时光。我来了。别给我整那没用的，啊！告诉你们俩啊，不管想什么办法，必须把这小广告全给我弄净啊！这么好的环境啊，都让你俩给破坏了吧？走。这胶是真粘呐！今天干换的，哥啊，手粘上了，看到了。刚才他咋跑的？拖鞋。那咱俩都有人做示范了，还在这干啥呀？你这，他那招啊，我早我就会。那你不早说？我这鞋花200多买的。哎呀，我这兄弟啊，你做的挺仔细啊。还行。那你再待着吧，我先走。回来。我不拖你能走吗？那你拖呀，你就赔我双新的。行行行，哎哎哎，真当我不存在呢？啊，告诉你俩啊，我们俩嘚瑟，这就找人抓你俩。哎，不是，哎哎，哥们，哎哎哎，你看这儿，你看这儿，一二三，哎哎，粘上了，换屏吧。你俩咋这么损呢？你不要逮我俩吗？不是，来呀、啊，过来，来呀、啊，过来，来呀、啊，摸一下。咋的啊？就你那样，你
啊，你不是不让我俩贴小广告吗？对，是吧？我俩还就贴，没错。来，刷子给我，我俩当你面贴。兄弟，哎，递广告来了。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。兄弟啊，啊，你的节奏挺好啊！啊，退步了，退步了。明哥，你行这边，你咋不给我小广告呢？没了，没了！你这不，你铺什么铺？我看刚才观众挺热情的，我想给气氛给你往上推一下。现在你。接完了哥走吧，走不了了，咋的了？站上哦，没事啊哥，站啊站，肉站，肉疼肌，站上薅不下来。哥，兄弟我也是老实人，你不站上了吗？啊，陪你，站一下。啊，兄弟，快！哎，笨笨，你咋在这儿呢？我手被胶粘住了，快去找人去。真的呀，抓俩贴小广告的，弄可哪儿都是胶，胶粘住了，快去！哎，瞧不起谁呢？喊啥人？我帮你不就完了？不是你动快！哎呦我！对不起，没事，快去找人去。受不了了，咋的了？粘上了。好，歇一会儿。你这不是帮倒忙吗？你俩缺德不？你赶紧想办法给我整开呀！我告诉你，除胶剂我们有，但是我们就不想花钱买。咋整呢？你这个死王小倩，平时没事的时候天天跟我屁股后面，关键的时候人影都看不着。死王小倩，王小倩，王小倩，来了。小米粒儿，是你在呼唤我吗？王小倩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快来！哎，站了！小米粒儿，你啥意思啊？你喊我是想告诉我你俩在一起呢没？啊，行啊，我退出，祝你们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哎，不是，王小倩，误会了。田笨笨，你行啊？跟我起誓发言的说不喜欢小米粒儿。今天在光天化日之下亲亲我我搂搂抱抱摸摸搜搜，还找俩见证的，还你瞎来啥？你跟我粘一起了吗？啥玩意儿粘一起了？啥胶能把你俩粘一起呀？ 不想分开就直说，这玩意儿能粘住人吗？这能粘住人吗？这玩意儿能粘住人吗？啊，粘住了吗？啊，粘住没？你那块没有胶，对你往那这有胶的我就能粘住吗？这能粘？哎，这玩意儿咋整啊？这玩意儿咋整？都是他俩贴小广告的，整的到处都是胶，你咋整吧？你俩贴小广告的啊？嗯。哎孙子，哎孙子，啊！前两天啊，不知道你们哪伙把俺家整个门都呼死了，锁眼都没放过，我打电话找个开锁的。人家来了就送我一句话，兄弟，换门吧。大半夜十二点，我上哪换门去啊？我爷在门口啊，蹲了一宿啊，自己个儿啊，那脑瓜子让蚊子叮的全是大包啊。那你干啥去了？我上网吧包宿去了，要不挨咬吗？你说你们坑人不坑人不？坑人。那不贴小广告哪来钱呢？我不贴怎么有钱呢？你不贴小广告怎么能有钱呢？光爷要啊！你还好意思说？说实话呀，我也不想罚你俩，
谁挣点钱也不容易。这几天呢，我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我想，要不就在小区门口弄一个广告牌，你们以后再有广告就往那儿贴啊。妈呀，这行啊，你养活呀。啊，但是啊，绝对不能贴那些虚假骗人的广告，行不行？行。行。不行啊，我门钱谁出？我出。那行。不行，你先怎么整啊？咋整啊？咋整不下来了？刚才让你不想整下来。哎呀呀，行了。说你迷茫大老爷们儿遇到事儿怎么这么不沉着冷静呢？还咋整？喊人来教我们呗！来人啊！小美丽，你是良家淑女，别出这动静，我不得劲儿。你这声听完我更不得劲儿。咋喊咋喊，一块喊呗。来